哎，小姐，去边啊？家己过去啊，好消息。我的刀手愈来愈强啊！等下有一天，我会把刀手甲正手共款厉害。哎，无论是刀手正手，也要紧啊！你敢知影？我跟探探着啊，有种确实伫咧工体某处啊。玉环，玉环，什么事情啊？金平啊，找到玉忠啊！ 你永远袂介意我这个后，不管我怎对待你，安怎要你，你都敢那知影哭。我甲天父之间，若是有你卡住的，你都永远比我较重要。若是无你，不一定我甲天父，当亲像较早同款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 你甲天宝都无瓜葛啊！小老爷，你放心，佑宗是我活在这世间唯一的理由，不是天宝。多谢小老爷的成全。请小老爷甲高天宝讲。
有烦你好好照顾有宗，我甲金苗啊，买个有宗当作家己囡仔同款照顾，我会替恁转达的。等一下，有烦，行，等下。 你何必在大行拢为着填补你心呢？你嘛在考虑着你家己，填补这样子自私的人，无惊着敢放啊！敢反背兄弟，这款人你处处啊，搁咧危害。你若要安尼，以后你着甲金玉凡同款下场啦。有宗，有宗，有宗，阿爹回来。阿爹，小婉，阿有宗呢？ 伊在困觉，囡仔我抱现囡仔尔。你讲啥？你讲一遍。你再讲一遍！我讲囡仔抱现囡仔尔。你凭什么安尼做？天宝，天宝，你唔通安尼啦！是我做，是我做的决定。 我唔是跟你讲话，这个囡仔未当交我爸爸，你是无搞我这种阿上来，肯定等待受。你，你当天报你，阿爹，阿爹，你这个老伙仔，你是凭什么跟我拼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囡仔若是成。 你就再死啊！阿爹，阿爹，我对不起你。这就是你选的红色，这就是你选的红色。 找你算账，伊若无我，就毋是叫小正红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这个嘴好。哈哈！哈哈！你这查甫人哦，都敢那样算囡仔啦。 啊，未晓照顾者，家己还是倒好者。不要紧啦，我家己抱就好。尤汉子，恭喜你哦！经过这一个代志，总算是把你囡仔带回来啊。是啊，想想要到的是啊，小老爷竟然遐尔明理，肯甲尤总幸福咱。都参照你家己讲的，伊上惊就是尤总这个囡仔会影响到江天宝甲伊查某囝的感情。 不管安怎讲，囡仔回来就好啊。而且，我绝对袂让尤总离开我的身躯边啊。尤总，你敢知影？自从阿娘知影你搁活着的时阵，我就去庙诶。
帮你求一个平安符。今仔日，阿娘总算有机会为你挂这个平安符。玉环，既然玉宗已经登来你的身躯边，你就应该欢欢喜喜才对啊，那就搁在艰苦啊。我想到这个囡仔，命运这么凄惨，有一个阿爹，不过汉也无情无义。你看阿爹，有不如我。恁即马讲到未输这个囡仔的命运偌坎坷嘞，其实哦，伊好命啦，人拢一个阿爹，伊几个阿爹嘞？吴辉，你讲话时阵用一下头脑好不好？哎呦，恁莫乌白想啦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啊，恁无听人咧讲哦，生的放一边啦，养的较大天啦。你看，青龙兄甲金彪兄为着这个囡仔吼，赴汤蹈火，不顾性命。啊，亲生阿爹嘛，干那安尼尔，是不是？所以讲，青龙兄甲金彪兄敢讲无资格做这个囡仔的义父阿爹？是讲哦，我甲阮姊夫哦，那是来做伊的客辈，嘛真合理啊。文辉啊，啊文辉平常时哦，讲话拢无用头壳啊，啊想袂到今仔日讲了，阁真有道理哦。嘿，当然哦，恁是唔当看了无点呢。青龙，银彪兄，恁敢愿意做尤总的义父？大小姐，这是我甲青龙的公认呢。只要你愿意，我甲青龙会甲尤总当作家己的后生共款来疼他，来保护。是啊，玉环。青龙，你甲迄金牌摕出来。啊。哦，这个金牌哦，是我甲金彪兄早就准备好啊。趁今日大家拢伫啊，替阮两个做一个见证。来，哎，你真乖，哎呦，就水啊。有啥？有总，恭喜哦！你有金彪兄、青龙兄，请你有情有义的做义父，是你的福气呢。好啦好啦，啊，我去准备一寡好料的吼，来庆祝今日大喜的日子。稍等一下，什么的大喜啊？是双喜啦！姊夫啊，啊，你唔着紧把好消息讲出来，啊，是讲你又搁想要反悔啊？我做准备好。文玲已经答应要嫁给我，阮真紧就要成亲啊！恭喜恭喜，这确实是相信临门啊！恭喜哦，你两人经过遐侪波折，即马总算找到家己上心爱的人。嘉欣、文玲，我祝恁两个白头偕老。多谢你的祝福，多谢。你看，咱即马这尼啊欢喜啦！迄个周三文甲江天宝这两个歹人哦，那是知影咱这尔欢喜哦，伊个心肝一定安尼硬个硬啊！无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咱毕业家，伊是无可能找着咱的啦。嘿啦，不会啊，今日大家心情拢真好，都卖讲这，拍拍大家心情哈。对，阮啊只要出嫁呢。这届哦，绝对袂使参像顶届同款，带一只鸡公就做伊走啊啦！爱好好准备一下。文辉啊，歹势，我搁讲唔对话啊，啊，唔过你拢了解我的意思嘛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这届咱来办好做闹热的，对吧？亲戚五十、朋友八十拢甲叫来，安尼较闹热嘛。人愈济哦，就愈请赢啦。那愈请赢就愈有福气啦。那愈有福气哦，都。点当袂记啊？咱即马所有人拢在互人通缉。虽然无法度请你做人客，啊，不过有一个人一定爱请。啥？周姑娘。
朱姑娘，这是我甲嘉兴的贴吧，这张贴吧刚才你有哦，到时阵你一定要来领阮的喜酒，你免心情哦。恭喜你，多谢你这样看我的气，过来通知我，谢谢。多谢。阮当然要来甲你通知啊，你嘛知影，啊，即马官府四个在抓咱，所以只有委屈本人，袂当风风光光甲伊带入门。啊，不过恁这好朋友一定爱来。申请的时阵，是不是风风光光并无重要，最重要是两个相依爱的人会当结成连理，可能会当做伙，我是来替你感觉足幸福的。我甲文玲会当有今仔日，一定要好好甲你说多谢。是啊，朱姑娘，你叫我甲嘉兴过了界，假使今日若是无你甲阿玫瑰，阮两个变做安怎，谁会知影？迄天公伯要予恁个考验，因为恁会当通过所有难关，所以有今仔日个幸福，嘛是恁应该得到个啊。朱姑娘，啊你嘞？你是不是嘛已经通过难关，加心内迄个结解开啊嘞？嘉欣。啊。啊，朱姑娘，你之前唔是甲我讲过，你有一个心爱的人，唔知影是甚物原因袂当结合，所以。嘉欣。姑娘，无爱人问伊的代志，你莫阁讲啊，朱姑娘，是嘞，我无应该管你的代志。啊，不过，参亲你这么好的姑娘，阮真正希望你会当跟阮两个同款，早一日得到家己的幸福。多谢你，朱姑娘。阮无请真侪人，而且青龙遐个玉环子，足希望会当甲你熟识。搁再讲，之前青龙遐伫你遮教育遮尼侪工，拢无好好甲你说多谢。即便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来哦。是啊，啊到时阵哦，阮等你。你若是无来，就是无甲阮当作是好朋友。你即马身体阁遐尔虚弱，你唔通行遐紧啦。我明仔去找钦差大人啦，我当面甲问我者清楚者，伊就讲要替我主持公道，啊，是哪即马要走，连个一点消息都无啦。阿爹，我看，那是莫去找钦差大人啦。小婉，啊，钦差大人唔是已经亲嘴答应你啊？阿爹，是嘞啦。是嘞。小婉，你是咧骗人假信？敢讲你无甲钦差大人见面？小婉，你为啥要骗阿爹？你敢知这件代志对阿爹是足重要？你敢知？阿爹，我唔是跳过伊要骗你诶，是迄个红家令我拒绝我，因两个人甲我做同伴，害我去见钦差大人。我是惊讲你会烦恼，我阁惊讲你去见钦差大人会去用武力。所以我唔才无甲你讲老实话。即马爹当拢无啊，我阁咧惊你假侮辱。我要见钦差大人，我要命令伊，命令叫伊将周三官假百十个财产全部拢还我。阿爹，人讲官官相护，就算你见到钦差大人，你敢真正会听你的话？伊以前敢收遐尼济金了，伊顶该给我这个面子。阿爹。钟捕头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阿伯林永环的消息，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后事。
台湾警察带你走走了，我的鸡派是我人斗找，你继续找。是。我要见金车大人啦！蔡贵，蔡贵，我要见金车大人。啥？金车大人，你替我做主。金车，小华，我是负责保金车大人安全。您来这闹啥？江天宝，我要跟金车大人见面，你凭什么给他做事啊？金车大人，我是萧正红，我是萧正红。卖个地下乱，跟走！我要跟金车大人见面，就算我的死我也不走。天宝，你到阿爹见警察大人一面好不好？来啊！天宝，到底是安怎？阿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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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台湾总兵周三元的这职位给提掉，将我的财产全部拢还我。总捕头，这人是什么人？大人，你，大人，大人，伊叫萧正红。金车大人，这人我不熟悉，给赶走。是，大人，大人啊！金车大人，金车大人，金车大人。财产就用查好吗？还搁家在我面头前耀武扬威。大人，嗯，出来。大人，哎呀，大人，大人，这是什么世界？这是什么世界？医生来看了我的时阵，阿公叫我一声小老爷，现在他竟然说他不认识我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敢无人情义理性？敢讲才是人才人情在？我现在什么都无啊！我现在什么都拢无啊！阿爹，你别安尼啦！就算讲钦差大人无替咱主持公道，咱嘛要用另外想办法啦。莫艰苦啦，吼！行啦，咱先来转。天保你！阿爹，伊在钦差大人面头前搞话王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剩不俾我歹看下？江天宝，我绝对袂放弃。虽然钦差大人袂当替我主持公道，然而呢，我是从以前伊所做的代志全部拢甲伊讲出来，到时看是伊歹看，还是我歹看。到今嘛还袂死心，卖怪我对你无情。来，拖出去。是。我，你来从啥？你来从啥去啦？天宝，你安尼是咧从啥？拖出去。是。我江天宝，阿爹，江天宝，江天宝，天宝，阿爹，钟伯老，阿爹啊，你有隔一个面相给我看，你跟尤总交房的代志。我就还没找你算账，竟然走去钦差大人家讲我的是非，做唔着代志的人死。一个囡仔本来都唔是小家的啊，也唔过是我江天宝的后生。准讲是你的，我不准你留落来。你声声都讲爱上我，你为什么一再在伤害？上我为了你牺牲遐尼济。敢讲你都袂当为着伊来牺牲迄个囡仔心，我做袂到。谁人抢走我的囡仔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就算讲是你嘛，同款。
那安尼我嘞，天宝，敢讲即摆伫你心肝内，敢若有你个囡仔，都无我相信我的存在。这拢是你阿爹爸，伊把我囡仔交予别人，即摆讲想要害我这官做袂成，是对我无情，莫看对无义。你这德行啊，你骨卡手说出来吼，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爱淑婉。你心肝内教你家己尔，你若不是真心要爱你的囝，你是甘不甘愿讲忍过烦，将你的囝带走尔？你讲啥？敢讲我讲唔对心？你若当将恁囝也卖去，会当得到更加好的这款式、甲官位，你也是根本甲卖去啦。你给我听去，安怎？听我讲先，陈玲，你这款唔知伦理道德的人，你平生死甲不如啦你！你想要做啥？小婉，你唔免假查，可以拍，看有材料假拍死无？你有材料假拍死，伊若无，我也是甘愿找你算账啦。阿爹，你莫讲啊啦。小婉，你搞啥鬼？你搞啥鬼？阿若无，我连你做伙拍。你拍，你拍我，我若让你拍死应该，是我家己做起来。我真正就后悔。我迄个时阵无听阿爹的话，无早一日认清楚你的真面目，才害阿爹，即马沦落到这款的地步。你爸，你爸，你想要搞破事？我就问我家己，我无听林有宽的话，已经用伊的祖母来苛劝我，啊，不过我都是唔听。天宝，我嫁予你都是落到今日这款的下场。小婉，你若是乖乖听我话，咱好好斗阵生活，是安怎？你要跟你阿爹做伙来对付我嘞？因为你已经变了，你已经不是较早阿未先先进进我所熟悉迄个江天宝。无唔对，我是变，就因为我变，我今日才有材料徛踮遮。卡叔讲，我是以前迄个江天宝，我即摆真有可能，搁在春风楼溜人去。甚至，搁予周三万遐人打在涂骹，我即摆所做一切拢是对的，我所做一切拢是对的。天宝，你抓住你即摆安尼真对，我问你嘞，你即摆所做的代志，甲周三万啊，佮洪家良有甚物无共款？天宝，即个世界上歹人已经真济啊，无差你一个啦。等你。你讲我是歹人，好，我就让你知影，什么叫歹人。江天宝，你要从啥个？什么人抢我的物件，我拢做给他抢回来。你给我听好，这两个白仔给我顾好。是。是是咧，阿爹看会出来，即马上痛苦的人就是你。阿爹实在是足唔甘的。这是我家己做起来，我袂用怪别人。小婉，我看你也是爱离开江天宝。如今如何？虽然即摆外口有人在讲，你定要找机会离开这个所在。阿爹，若要走，咱做阵走。我是绝对无可能甲你一个人留伫遮。而且，天宝伊是总捕头，我是会当走去对啦。李清良为着林国欢的代志，无顾伊的性命，
在对抗天保。产生这款无情无义的人，假使你若失去我过，丁玉环一定会体谅你现在这个处境，一定来保护你、收留你。阿母哥，小环，为什么阿爹咧讲话，你咧拢唔相信？阿爹咧看人绝对袂唔对的，有可能李清良，就是阿爹这回翻身最后的机会。清流，安尼差不多啊。阿姊啊，阿姊啊，喂啊，清兄，你刚看到阮阿姊？一个房间内底准备啊，手里提啥？哦，这是哦，朱姑娘要送阮阿姊的新娘衫啦，水哦。阿姊啊，阿姊啊，奇怪，这两天奈常常无代无志，就想要吐。阿姐啊，阿姐啊，阿姐啊，你看，主公你送你的新娘衫呢？哇，这新娘衫有够水的啦！嗯，若是穿在你这么水的姑娘身躯顶哦，一定是一个上水的新娘啦。啊，阿姐啊，啊，我咧跟你讲话，你拢无听哟，阿姐啊。我讲这新娘衫是朱姑娘送你的啦。我知影，我有听到啊。看。阿姐啊，你是安怎？人无爽快啊？食歹巴肚少？可能头拄仔食饭，迄尾鱼仔伤过臭臊啊啦。哎呦，啊都要拜堂啊！你即摆人煞煞无爽快。我无代志啦。啥物都无代志，我紧叫机会来甲你看一下啦，吼。吴辉，唔免啦，你莫出去乌白讲，互家生烦恼。啊，不过我头拄看你都要吐要吐啊。无代志啦，阿姊要成亲安尼，你唔通出去外口讲一挂有诶无诶，会拍七岁啊。哦。恭喜哦！你有心啊！你是走去倒位啦？我四个拢找你无呢。我出去行行。你若想要出去行行，会当跟我讲啊，我陪你去。一个人伫外口有少危险的，你知无？嘉欣，你敢是真心要跟我拜堂？我当然是真心的啊。刚刚到即马，你还是无法度了解我对你的心。我知影，是毋是因为周三文的代志，所以你伫抽动？
过去的代志，我不准你搁再提起啊。等来看的是未来。未来，我会好好疼惜你，我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躯边。等来成亲了后，咱会有囡仔。囡仔。是啊。我知影，啊，彩虹囡仔会足辛苦的。啊，不过我相信，我会做一个好翁婿，做一个好阿爹。等囡仔大汉啊，咱完成这任了后，到时阵你想要做啥，就算你要去天边海角，我拢陪你去。文玲，你哪在哭哈？你是不相信我讲的话？我相信，我当然嘛相信。好吧，咱先莫讲未来，咱讲即马。虽然即马一开始，咱过的日子会较辛苦一点啦，不过我会好好打拼，我会。嘉欣，我跟你讲，你真好，你什么拢真好。文玲。那个朱姑娘哪还没来啊？哎，文辉啊，时辰差不多要到啊！哦，对哦，时辰要到，袂当搁等啊！啊，唔客气咧。龙神吉时，新郎新娘出大厅。叫你遐讲一个好话，我来讲啦吼。今仔日人客真正多，拢要来看这两个人生大事免歹势，新郎新娘真一个。喂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！一对鸳鸯一拜天地。谢天谢地，二拜哥，古董无滴，两件我代表就好。二拜古董，文辉啊，哎，舅。恁即摆若有囝吼，发到阿舅呢？人讲天顶天公，地下母母公，我上大，无唔对啦。礼拜古董，不会你看，你阿姊不爱拜啊？切啊！切阿姊免拜啦，那我阿姊拜小弟的，安尼对啦，安尼对啦。过来吼。特别叫恁早生贵子啊！来，阿姊啊，只有一人一粒，予恁食甜甜，明年生后生。夫妻对拜。阿姊。夫妻对拜，你们都拜。夫妻对拜。阿姊啊，爱拜啦。
真实的，我无法度甲你成亲。你不是已经答应要嫁给我？啊，想到伫这时阵才伫反悔，你是怨叹咱成亲上过简单，还是伫怨叹文慧仪？不是，不是安尼，是我无法度甲你拜堂。是嘞，不能，我无爱你甲我讲实嘞，我爱你甲我讲，你想做无法度甲我成亲，你想做无法度甲我成亲，你根本无爱我，不是，都是我爱你，所以我无法度甲你成亲。所以我无法度跟你拜堂，是嘞，是嘞。阿姐啊，你在起笑笑？阿姐啊，木良，木良，木良，阿姐啊，这，哎，你要顾囡仔啦，阿姐啊。我的不掉。